各位午安啊，欢迎来到啊这个全新的节目啊。咁呢个全新的节目咧，暂定啊，就不定期喺星期六的下午咧就会播出噶啦。咁咧一直咧，我哋都想做一个广播剧咁样嘅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就今日咧，翻嚟嘅时候就喺连登度睇股啦。咁咧就。看到一篇咧，都我覺得幾有味道的一篇文章。咁啊，藉此呢個機會咧，就試下做下呢個廣播劇啦，睇下大家喜唔喜歡啊。咁啊，唔知呢個時間啊，因為我哋平時開 live 咧，都會係喺呢一個嘅星期三嘅晚上。唔知啊，禮拜六啊。大家又會晏晝嘅時候有冇嘢做呢？咁如果啊冇嘢做嘅話咧，咁就好似當呢一個節目好似係一個收音機咁樣啦。咁啊有啲故事啊，有啲嘅廣東歌陪住大家過一個舒服嘅下午，或者你可以攞定你哋嘅咖啡，或者可以嘆緊 tea 嘅朋友都可以嚟呢一個直播，或者。睇緊嘅朋友都可以 share 俾唔同嘅人聽。禮拜六咧多咗一個嘅藝電台節目啊。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一個連德嘅故仔咧，就係我今朝睇嘅。咁但系咧呢個故仔咧係未完嘅。咁咧希望呢一個樓主咧可以繼續寫埋落去，因為我覺得一開頭寫得好好啊。咁所以都係啦，一啲好。好美麗嘅一啲小故事啊，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咁呢個小故事咧，就係、
由呢个白卡相遇作写嘅一篇故事。咁啊，故事嘅名称咧就叫做《隔篱学校女神啊，竟然住喺我楼下》。唔知道大家观众们啊，有冇睇过呢一篇故仔啦？咁咧就有一个好轻轻嘅音乐陪伴住大家。好，咁我哋已再开始啦，好吧？咁啊，隔篱学校啊，有个女神啊，就住喺我楼下。咁啊，作者咧就系白卡啊，双鱼座。大家好啊，我叫阿恒啊，今年16岁，读紧一间男校中学。隔篱系一间男女校，我平时最中意嘅就系同班老友打 Rainbow Six。做运动嚟讲咧，就最中意打羽毛球。以下就是我和一个隔离学校女仔相遇的故事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，猛烈的阳光照射我脸上，快将把我从睡梦照醒时，母亲在我房门口大叫：啊，我和你老豆啊要回乡下一个月，台面有3000元，不够用呢就问你家姐攞啦。隔了一段时间，睡眼惺忪的我就听到大门有人敲门，这时候的我才慢慢起身，滑动手机的通知，然后便入洗手间梳洗了。正当我冲凉的时候，好像听到门钟的声音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但我都没放在心上，以为是自己听错。当我梳洗完的时候，差不多吹干的头发，就听到门钟叮当一声。唔通阿妈漏攞嘢，我心谂，然后我就好快咁放低风筒，走出厕所开门。一打开门啊，眼前出现嘅并唔系我母亲啊，而系一个完全唔认识嘅女生。佢眼大大，鼻高高，头发咧就扎成一条刚好到膊头嘅马尾，留开嘅头发咧有如杨柳啊，弯弯地挂在额头上。而他呢就穿了一件纯白色的 T 恤，身后呢就印着一个细细的大口仔图案，而且呢身穿蓝色的牛仔长裤，显得呢他的双脚十分修长。他身边呢还有几盒纸盒箱。我见到一个女神般的女生啊，按我门钟啊，顿时啊目定口呆。而他呢看到我的时候呢，也都呆呆地望着我，眼神呢十分惊讶。可能呢大家都没想过见到会年纪相若而不认识的人，结果气氛变得十分尴尬。于是我决定打破僵局，开口问他：啊，请问找哪位啊？爱神也有苦恼，问他可知道？看看我的心，似是醉了樱桃，人如熟了樱桃。爱情常向窗边低诉，恨他不知道，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。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，夜空星星向
爱情常向窗边低诉，恨他不知道，但愿今夕在情人网里写下痴心记号。窗外天空每朵白云满写醉人曲谱，夜空星星向月听到我的问题之后，他回过神来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语气答：我是新搬来的，住在楼下的，刚刚的搬运工人呢应该是不小心搬错我们的物品在你的门口，但是呢我跟家人就快到，我不想劳烦他们，想着自己搬，但没想过真的这么大这么多和这么大件，所以想问下你会不会可以帮手搬呢，还有我怕阻到隔离屋出入。我见佢咧身形瘦小，弱质纤纤，而且咧都系上落一层，加上一个女仔开声请求，冇理由唔展现下我嘅绅士风度嘅。加上咧佢系一名靓女，咁咧我就答啦，冇问题，你等我一阵啦。然后咧我立即冲入房换衫。正当我随便攞起平时衫着嘅衫嘅时候，我望一望下自己嘅下身，啊扑街啦！我原来我仲未着翻条短裤啊！平时夏天的我在房间只会穿着孖烟通，走出房的时候还会穿短裤，但我知道今天家里没人，所以出房的时候都没有穿短裤。听到门钟，我还以为阿妈漏了嘢而折返，既然是家人就没所谓，穿着孖烟通出去开门。结果我没有想过开门的时候不是母亲大人，而是一位妙龄少女。现在还被她看到我没有穿裤的样子，这镬真是拆到想找绿娟，我湿立。冇唔会嘅，唔会夹巴睇到嘅，冇事嘅。我一路安慰自己，一路着住 T 恤，着翻条短裤，然后咧就出去帮手啦。咁咧，我出门口嘅时候咧，见到佢咧冇表现嘅有特别嘅反应，咁我心里边咧就安定下来。咁啊，好彩啊，佢唔知道啫。接住咧，佢就双手捧起其中一份纸皮箱，问：啊，咁你住楼上边个单位啊？我住15楼，不过咧系同你同一个单位。佢讲嘢嘅时候咧好用力，似乎咧个寄箱嘅物品咧真系有相当嘅份量。于是乎咧，我避免再同佢对话，免得佢分心发生意外。咁咧，我只好咧将注意力放在喺寄箱嘅纸箱上面嘅字迹啊，看似咧唔系数字嘅符号，唔仔细睇咧都估唔到系写啲乜嘢。隐约咧见到咧唔知系16定系15嘅数字。怪不得他们会自己搬错了。搬了那些纸箱去楼下的过程，我已经十分沉醉在自身的幻想。可惜不是住在我隔离，不是都可以扮下偶遇，跟着打开话题问他拿电话。当我 FF 完搬好最后一个纸皮箱去到他家门口的时候，他就正好在厨房走出来，手上拿着一支夜饮跟我说：唔该晒你啊，支夜饮我请你的，就当系帮你帮你当就当系你帮我手啦，唔使咁客气、哦。你自己都喘晒气，你饮啦。我望住佢变得红润嘅脸颊，仿如咧好似刚成熟嘅水蜜桃，正等一位命中注定嘅农夫采摘。佢递俾我嘅时候话：唔好咁婆妈啦，接住。原来咧系一支苹果绿茶。咁就回答。苹果绿识饮、哦，多谢晒。下次记得开门嘅时候睇下边个啊，唔好咁行出嚟啊。有机会再见啦。佢同我报以一个微笑，佢嘅甜笑配上天使般嘅清纯面孔，嗰刻嘅我已经被佢深深吸引。我一边翻上楼，一边谂住佢嘅笑容。
直至去到屋企之后，亦都久久不能忘记。我凝视着嗰支未开嘅苹果绿茶，好似跌咗入无底嘅深潭，回忆头先佢对我甜笑嘅情景。突然啊，电话铃声把我从刚刚美好嘅幻想中叫醒。喂，喂啦，老母咩？上线未啊？四缺一啊！呢个系我朋友阿梁，平时咧喺学校咧，喺我坐喺个隔篱，份人都好恶鸠噶，咁啊对人好好。自从中意认识佢之后咧，就一齐同佢玩到依家啦。好快好快好快！等，我即刻跑入房啊，纯熟地开启电脑啊，按下 R6 嘅图像，开启语音，好快咧就进入咗冲 rank 嘅世界啦。阿峰，顶你啊！今日做乜咁迟啊？阿峰咧系我中三认识嘅。平时咧讲嘢转数好快，虽然咧讲嘢好串，但系咧对好朋友先会咁样嘅啫。咁我就话啦，啱啱咧楼下新搬嚟噶，佢将啲纸皮箱送咗我屋企啊，我好心咪帮佢搬翻落去咯。不过落嚟揾我帮手嗰个系女仔嚟噶，佢个样好正噶。仲有啊，咁啊有一位另外一位朋友啦，叫阿树啊，就系肚饿老母啊。咁啊，佢系中三主托过嚟嘅，好慢热啊，相处咗耐啊，先知道佢有戇鳩嘅一面。咁啊，我就继续讲落去啦。佢把声咧都好温柔嘅，头发咧仲有阵香味。嘣！点知咧画面就显示我俾队友阿树添 Q 了。你老尾啊，图又冇啊，拎又冇啊，把声几温柔都冇卵用啦。阿树好激动咁样讲啊。然之后话另外一个又搭爹啦，咪系都唔知啊，系咪鸠噏噶？咁啊，呢位朋友咧就叫我阿远，喺网上打机认识。佢性格好好嘅，而且为朋友着想。屌唔信就算啦，同埋又帮下手咋？点样啊？又想俾你睇到啊？我无奈咁样讲。同埋你杀咗我啊，金湾啊就输咗啊，系咪你衰咧？结果啊，我全日嘅时间都奉献咗排位，但好运嘅系我哋已经升上白金了。当晚我准备瞓觉嘅时候，不经意回想起今日遇见佢嘅情形，佢一举手一投足，将我从倦意中唤醒。我望上去台上边嗰支未开封嘅苹果绿茶，仿佛佢就喺我身边，重现住佢甜甜嘅微笑嘅时候，一直陪住我，直至到我入睡。等阵先，我突然之间醒来。自言自语地说啊，点解佢话睇清楚先开门嘅？啊唔通啊，佢知道我着住条孖烟通，佢开门？唉，唔紧要啦，可能隔一排佢就唔记得我噶啦。我心谂，然之后就慢慢睡去了。霓虹里雾里昏暗灯光，带醉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。灰色的 jacket 未还飘的香水，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。谁人在现在拿起诱惑锁紧你，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。明白是误会，在此一刻深深一吻，期望可开解你眼泪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。心事，但愿我亦了解，我也能知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漂泊的恋爱不见终点。迷梦里，浓浓似饱满的心。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，伸出的手玩弄白色的纽扣，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。谁人在现在拿起诱惑锁紧你，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。明白是误会，在此一刻深深一吻，期望可开解你眼泪。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但愿我亦了解，我也能知。Sayonara， Sayonara， 少女
心事，飘忽的恋爱不免终点。谁人在现在拿此忧郁锁紧你，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，明白是雾昧在此一刻深深一吻，期望可开解你眼泪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但愿我亦了解，我也能知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漂泊的恋爱不便终点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但愿我亦了解，我也能知。Sayonara, Sayonara， 少女心事，漂泊的恋爱不便终点。暑假除了功课和排位之外，我仲有日常的训练去充实我的暑假嘅。咁咧就系羽毛球啦。每星期咧都要训练两日。呢日嘅我遇上去练习，每次咧出现喺呢一个公共体育馆。训练结束啊，我都会等车翻屋企时候咧，我竟然见到对面街又出现过一个熟悉嘅身影。楼下嗰个女仔，佢又会咁啱喺度嘅，咁啱路过啫。我心想之后啊，我都冇放在心里边，日子啊咁样平淡咁样过，最多啊只系朋友间之间嘅聚会。暑假咧好快就过去啦，又到咗开学嘅大日子。开学礼对部分嘅学生嚟讲系一个悲痛嘅开始。本来啊，我亦都系呢一类型嘅学生，但今年开学礼对我嚟讲系中学生涯里边最特别嘅一日，因为咧今日我要上台接受颁奖。上年我参加了一个羽毛球比赛，自细个咧训练有素的我咧，加上 当天状态大勇，侥幸啊咁样夺冠，成为了校队自成立以来第一个冠军。在那日咧，正是我中学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日。呢日的我特别早起身，务求以最佳的状态上台。果然，我夺冠的事成为了老师之间的话题。好叻仔，睇你唔出，加油啊！以上嘅说话都系老师对我讲嘅，而我都一一答谢。开学礼结束之后，翻到课室处理班务。我 今年啊十分之好彩啊，同我嘅好朋友升到同一班。而今年咧课室咧就唔同以前，可以直接望到对面嘅学校。对面嘅中学咧系一间男女校。本来咧我哋咧系睇到课室嘅窗户咧，多数都系有棵大树嘅。但是啊，暑假已经啊斩咗一大半啦。咁啊，因此啊，我哋睇呢一个景观啊，十分开扬，代表咧我哋可以偷望女仔嘅时候变得更方便。呢个变动就把原本竞争唔大嘅窗口位变成咗兵家必争嘅宝地。当然啦，我都唔会错过呢个机会啊！一早啊，拜托咗阿梁啊，帮我看定呢一个窗口嘅位置。到咗课室啊，果然不负众望啊！我同其他相熟嘅同学已经包办晒所有课室嘅窗口位置，而课室呢里咧布满咗爱好性，而我啊以胜者姿态坐喺呢个属于我一年嘅位置。开学之后，代表就要回到每日早起身嘅日子。对于要搭车翻学嘅学生嚟讲，更系一日痛苦嘅开端，而我正正系其中嘅一份子。每日我都会准时搭7:15的巴士。去到巴士站，巴士刚好停泊，而且其他人都上得七七八八。但呢、这个感觉很奇怪，好像有人在上层注视望着我。
上咗车之后咧，我嘅习惯咧就系坐上层左边第六排、第七排嘅座位。但系啊，当我上到去嘅时候啊，发现平日嘅位置已经被一个中年大叔啊占据。咁啊，我将目光放咗喺其他嘅座位上边啦。而呢个时候，我发现唱神大多数嘅目光咧都注视喺我身上，显得我十分尴尬。于是乎咧，我只好咧随便坐喺一个轮校嘅男同学旁边。呢程车里边咧，身边嘅人咧总系议论纷纷，而且咧感觉到其他人嘅目光咧总落喺我身上，有着无数嘅眼睛打量着我啊。而我应对嘅方法咧就系不变应万变啊，决定无视佢哋。到站之后咧，身边嘅人咧仲系议论纷纷，感觉到咧其他人嘅目光咧。点解又做 repeat 咗嘅？到站之后我就加快速步，逃离呢个充满怪诞气氛嘅车厢啊！但当我等待马路嘅时候咧，我听到前面有两个轮校嘅女同学高声讨论啊！你知唔知啊？隔篱学校啊，有个劲靓仔啊，俾人放咗喺佢哋 secret 嗰度啊，同佢表白啊！着住冷衫嘅女仔女同学就讲。哦，好似咧系打羽毛球噶，啱啱先拎奖嗰个咯，我都觉得佢几靓仔，唔知佢有冇女朋友嘅咧？听到呢啲事嘅我，先明白佢哋讲嘅对象正正系我。嗰时候咧，我心情百感交集，一方面咧俾别人谈论自己咧感到高兴，另一方面咧又感到尴尬，呢种奇怪嘅感觉。伴随我直至到我入校门，先得到一丝丝嘅放松。寻觅，为你寻找千万趟，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。心内混乱又迷茫，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。人潮内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触电了。我已遇着。我欣赏的眼光，情令我疯狂，未可掩饰那份狂。现实尽变幻象，如堕进一张光的网，令我心闪亮，这忧郁的眼光，幻想的。在旁，灵魂穿过热浪，情共爱终于得解放，划进心窗内，这诱惑无力可对抗。翻到课室嘅时候啊，原来大家已经到咗啊，仲喺围观嘅一张台上面睇住部电话。于是我翻到座位就讲：有咩好睇啊？你自己睇啦，关于你嘅。我望住呢部电话，上面显示咧我哋间学校嘅 secret。贴文上面显示我一次比赛的一张相，其中写到我校原来有一个羽毛球男神啊，仲要啱啱攞奖，好想俾佢教打羽毛球啊，好想识佢本人啊！屌，我大声惊吓大叫起嚟。心内混乱又迷惘，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，人潮内一再凝望，令我全身触电了。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，情令我疯狂，未可掩饰那份狂。现实尽变幻象，如堕进一张光的网，令我心闪亮，这忧郁的眼光。
想的他已在旁，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，然而打开心里爱恋凝望千百趟，心里爱念凝望千百趟。你就好啦，有人倾慕你、哦。阿峰咧咁耻笑咁样讲啊，佢话屌你啊，出 post 嗰个人系我哋学校啊仔嚟噶，佢讲到我成个基佬，佢基姐，我唔捻系基噶，我大声咁样讲啊，同埋唔怪得知今日搭车嘅人啊，成程啊，啲人望住我嘅眼神都咁奇怪啦，同呢件事啊，隔篱学校都知道啊，啲人行一路行啊，一路讲啊。是啊，不过隔离学校呢不止只是讲你啊，人哋啊仲讲佢哋嘅，佢哋中四啊有个新嘅女神啊，好似又叫 Janice 啊，好似啊本来啊都唔多讲，自从啊佢俾人啊喺佢哋学校嘅 secret 表白啊，先知引起讨论。阿梁啊就解释住啊，咁我问啦、啊，冇图咁啊，其中一个朋友就回答啊，真系冇图啊，隔离学校连佢 IG 都揾唔到啊，我哋啊点会有图啊？这个时候啊，学校的钟声响起，老师咧亦都准备开始上课，我亦都翻埋座位。中四的课程咧十分紧凑啊，结果连偷望隔篱学校啊嘅时间都冇啊，因此啊只有短短三节嘅小息，先能仔细啊观赏轮校的美景。哇哇哇哇，行紧啊，嗰条嗰个班条女几正啊！我上紧楼梯矮矮地都唔掂都掂、啊，有个几大波、啊。呢以上嘅对话，成为每个男生必定讲过的说话。每逢小息啊，窗口啊，总会迎接住一大班的男仔，部分啊九谷九谷门啊，甚至会把自己的联络方式啊写喺纸上边啦，然后贴喺窗上，上堂的时候攞翻啊。呢个只不过是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啫。本来每日搭七点三巴士，但有一次咧迟咗起身，结果咧就被逼搭七点三十分。先发觉咧，依然能够准时翻学校，因此咧，自此我瞓觉嘅时间多咗15分钟。更加重要嘅系呢程车俾我重新遇上佢。嗰日嘅我啊，以为错过咗一班车啊，感到烦恼。本来啊迟到对我本人啊就冇太大嘅影响，大不了啊都系记下缺点。但对于我琴日未完成嘅功课嚟讲啊，系一个天大嘅悲剧啊！本来的我有十足把握啦，喺限期之前完成，但错失咗一班上一班车的我，令情况变得非常之唔乐观。正当我快将走到巴士站啊，看到旁边的便利店企住一名轮校的女学生，第一眼望过去，感觉喺边度见过呢？但当我再走近的时候，先发现原来就是我同佢帮佢搬纸箱嗰个女生。此时我的脑里面一片空白，而他正刚好转望我这个方向，我们四目交头，情况仿佛好像第一次见面一样。那时候我心跳加速，紧张到连动作都变得生硬起来，由他本来行下走向他所在的位置，突然间90度转右，向着等车的人龙排去。嗰阵时候嘅我正背向佢嘅视线，而我所忧虑嘅系早已未完成嘅功课啊，变成一堆堆嘅问题。点解佢会咁啱喺度嘅？又着住隔篱嘅校服，佢系隔篱学校，唔怪得知喺之前附近见过佢啦。似是越老给你我留印象，
那时候我只希望他认不到我，毕竟面对他就会想起上次的丑事。虽然我对他都挺有好感，但毕竟都是单方面的妄想。而且三年的学校男校生活已经隔绝了我和所有女仔相处的机会，早已经变成独撚的我都不会变得主动对话。而那次的帮忙只是出于好奇心，当时我都没有想那么多。好快，呢架巴士已经到站。上车之后我就走去上层啦。好彩啊，第六行近窗口嘅位置仲喺度，仲啱啱冇人。咁啊，于是我就即刻坐嗰个位啦。身后嘅中年妇人都随即坐喺我隔篱嘅空凳。正当我松一口气嘅时候，望住窗外边已经唔见便利店外边嘅佢，心中咧嘅不安感觉啊随之袭来，死火啦！冇谂过佢会可能搭呢班车添，我心里边谂紧嘅同时，眼角啊刚好睇到啊佢走楼梯上嚟，我只好啊望住出边窗外嘅景色。好彩嘅系佢似乎睇唔到我，就走咗去后边啦。心里边谂，好彩佢唔知啫，一阵再早啲落去，扮真系见唔到。过咗一阵，身边嗰个妇人咧落车之后咧。身边的座位咧，立即俾人坐下。嗰个人仲讲话：做乜扮唔识我啊？语无求立实，心中最唔希望事情似乎发生咗啦。我慢慢转向，果然佢正坐喺我身边，面上边露出啊不解嘅表情。我就心虚咁讲啊：咦，咁啱嘅？佢疑惑咁样讲。乜你啱啱喺便利店嗰阵见唔到我咩？咁啊，我就假装睇唔到，咁啊反驳佢啊，原来你喺度咩？我冇怀疑喎。乜你又搭呢程车咩？佢话系啊，我不嬲都系呢个时间搭车噶，之前唔见你嘅。我就答
我今日迟咗出门口啫，平时我系搭咗一班车。哦，佢回应就低住头，再冇讲嘢咯。车上只系剩低其他人讲嘢嘅声音。呢个时候，我假装侧头望窗外嘅风景，但系咧视线一直停留咗喺佢身上。佢嘅脸谱啊，同第一次相遇嘅时候差别不大，而系身穿校服啊，使佢外表变得更加清纯。我深深被佢吸引，正当我睇得着迷嘅时候，佢突然向上望，而我立即把视线转到窗外啊，巴拉一直睇窗外嘅风景。佢就问啦：系咧，其实你叫咩名啊？我只是知道你住在我楼上和打羽毛球很厉害。似乎呢他就发现不到我偷望他。我反问他，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先说吧。他孤被抛腮，说你听的，同埋我问你先，你要先说先。我假装一脸不在乎地说，你先说反还掂，我没被你去追知。你一句我一句，结果呢我们的对话变成了争论边个讲自己嘅名先，而且啊，仲无聊嘅系我哋拗咗几分钟。好啦，佢似乎咧有放弃嘅念头。你唔好，你咪唔好讲咯。我一于啊，就同周围同人讲啊，你系露体狂啊，中意着住条孖烟秃开门俾人睇啊，睇下你点死。咁啊，我就话对眼前嘅佢啊感到害怕咁样讲啊，有冇搞错啊？咁样屈我，咁以后点样见人啊？他又似乎看穿了他的不安，哈哈，你想你自己啦，给三秒你。三，他以胜者的姿态看着我，而之后啊，我就直多开口承认啊，落败的时候啊，他就一，他无视了正常的速度啊，立即啊数完之后那两秒，好啊，不认低威啊嘛，咁啊，唔好怪我同人讲啲咩嘢啦。他讲完呢句话咧，就立即离开了座位，走到下层去了。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，能遇上精彩的你。我缺点胜别人，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。清楚地说，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。我这刻要直言，到沧海或桑田，最心爱的亦只是你。我与你永不可别离，爱你爱到死，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。你眼里那种种传奇，追我追到死，一生使我动情是你。仍难尽清楚地说，在目前和今后，无论哪一天都爱你。我这刻要直言，到沧海或桑田，最深爱的亦只是你。于是我望出窗外边啊，发现已经到站啊，而且我听到车门嘅关闭声音，不但啊代表我下一个站之后落车啊，仲要走更长嘅路先翻到学校。
咁啊代表啊呢一场同佢博弈之中啊，我彻底败下佢嘅计划之后，翻到学校啊，钟声啱啱响起，咁啊代表我剩翻短短半个钟班主任堂嘅时间来完成我嘅功课。爱你爱到死，因只得你，方可使我流露自己。你眼里那种种传奇，追我追到死，一生使我动情是你。今日搞乜撚啊？急遲啊！又急遲翻，又未做完谷課。咁啊，我答啊，阿梁就咁樣講啊，我就答啊，唉，唔撚知啊，我都唔知做乜啊，咁黑仔。最後啊，我亦都會喺限期之前完成啊。正當我正想鬆一口氣嘅時候啊，我又不自覺諗起頭先巴士上面嘅情況。我自白啊，自己口才唔差，但面對自己有好急嘅女塞嘅時候啊，自己好似變得不知所措。我所擔心的是啊，除了他真係會唔會真係報復我之外，仲有冇往後嘅日子，我應該點樣面對佢呢？饭之后啊，湿婆嘅阿娘啊，早已察觉到嘅我不妥啊，咁啊问我啊，系咪有湿事啊？咁啊，我就一五一十咁样话俾佢听啦。咁啊，佢一向严肃嘅佢啊，最后啊，都好似笑到一个弱智仔咁啊。咁啊，我屌你啊，原来烦紧点样沟女？咁啊，佢就好大声咁样讲啦。咁啊，四周嘅朋友听到啊，阿娘啊咁样讲之后咧，纷纷就话绕住我吓沟女点识噶？有冇相噶？咁我就依然啊为此都感到烦恼啊！屌你咩？全世界都知啦，而且围绕住我嘅仲系我最亲近嘅朋友，我亦都唔介意佢哋知道。咁我就问啦：咁你哋有咩高见啊？阿峰啊答啊：等阵间啊讲咗先慢慢教你啦。吓，今日有讲咗咩？我哋回想佢嘅班时间表啊，明明今日同平日上课有啲唔同啊，但系谂起就系实在又想唔起今日原来有讲咗。咁阿树就答啊，系啊，我哋最后一堂啊，去到放学啊，仲要迟到半个钟头先走得。众所周知啊，大多数嘅中学讲座啊，完全系消磨所有中学生嘅耐性啊。喺讲座嘅时候啊，我有一五一十啊，向佢哋重复我同对阿娘讲嘅说话，为佢哋沉闷嘅讲座之中啊带来一点花生。咁啊，阿娘就话，其实依你呢个情况啊，我建议啊就去吧，就唔建议一。又唔就係咧，就一定後悔。就算唔係中意你啊，都唔啊。咁啊，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啦：，但係啊，如果失手啊，咁係好柒咯，仲要樓上樓下嘅關係喎。阿福啊就反駁啊：，惡鳩噶，都唔知有咩好驚啊！呢家啲人啊，隔離鄰舍都未必知啦，失敗咪失敗咯。咁啊，直至講座完結啊，放學啊，大家依然熱烈咁樣討論。但是呢可是啊，內容啊已經變成動漫的話題，而我依然啊不知如何抉擇。同行的朋友啊相繼離去，淨係得阿樹在我身邊。希望你認真想想啦，其實我覺得你心底裡就想去馬嘅，勇敢啲啊得米噶啦。佢講完之後咧，就搭咗一架巴士走啦。呢個時候啊，成個巴士站啊，剩翻得我自己。正當我攞起電話聽歌嘅時候咧，有一把温柔嘅女聲音突然間講。乜乜行啊？乜咁啱啊？我望向右边，眼前嘅正系我令我烦恼嘅人，就系佢。而佢啊，正眼睁睁咁样望住我啊！我被佢那动人嘅双眼深深吸引住，加上我未曾会谂过喺度见到佢。结果咧，嗰时间咧，我唔知如何反应。Hello， 你又会夹巴喺度嘅？咁啊，佢不解回答。咁我都要搭车翻屋企噶，唔通你唔系咩嘟嘟行？我心谂，即系啦，上车话俾你知点解会知你个名啦。然后我就带住惊讶同埋疑惑咁样上车。上车之后啊，我依然坐喺上层第六排嘅座位，而佢嘅顺势坐我隔篱。于是乎，我就立即问佢：你点解知我嘅名嘅？同埋你唔系真系屈我啊？佢思考咗几秒，然之后笑住答：
吓，原来你真系当真噶，我红红晒，我面都红晒，红都面晒，冇谂过原来佢真系开玩笑。然后啊，佢接住讲啊，要知你嘅名几难啫，问下啲狗公同学就知道晒啦。我心里谂，屌，原来你系八扑街。咁啊，喂啊，你唔好咁着数啊，我都仲未知你叫咩名。咁啊，双眼再一次，佢啊双眼再一次注视喺我身上。乜你好想知咩？咁啊，我就知唔易对咁样讲。其实唔系啊，只不过 Janice 打断咗我嘅说话，正式介绍，我叫叉叉叉，佢冇写咩名嘅嗰度。你可以叫我 Janice。我净系喺度谂 Janice。好似喺边度听过，我突然间大叫啊 ！Janice 似乎被我突如其来发出嘅声音吓惊，呆咗咁样望住我。我惊讶咁样问：你唔会系你哋 secret 嗰个 Janice 啊嘛？听到呢个问题嘅佢，脸上首先露出惊讶嘅表情，然后佢慢慢收起嘅笑容，脸上摆出咗凝重嘅表情。我见到佢表情转变，试探咁样问：对唔住啊，我系唔系讲错啲咩？佢冇立即回应，只系静静咁样耷低个头。知道自己讲错嘢嘅我，虽然咧就懊悔不已，希望补救嘅我却冇曾安慰过别人，所以一时之间咧都唔知点样开口安慰。结果大家都冇再讲一句说话了。差唔多成程车都弥漫住尴尬嘅气氛，差唔多到站啦，我决定率先开口安慰佢。但系咧嗰阵时候，佢突然间开口话：，阵间你可唔可以陪我周围行下？讲错话嘅我啊，立即答应。但佢听到我嘅回应之后咧，表情啊变得唔再严肃，气氛咧亦逐渐变得轻松。落车嘅时候，我真系默默喺佢嘅身后，佢一路行，我一路跟住佢。结果我哋走到屋企附近嘅一个商场，佢纯熟啊咁样走到一间买饮品嘅店铺，买咗一杯嘢饮，然后就慢慢沿路翻屋企。喺翻屋企嘅路途上，佢依然咧就低住头饮住佢杯嘢饮。突然间咧，终于开口讲嘢啦。佢问啊。我回想啊，嗰阵时候俾佢注视嘅感觉啊，的确系有少少飘飘然嘅感觉。但系我心里边都害怕再一次讲错嘢。柔情万缕，竟分不了先后。情如独奏，使我默然放手，请放手。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，心里面疑惑，这是抉择时候。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，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。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，将快乐忘掉，甘牺牲站门口，情不禁地眼泪流。而且我推断佢问嘅方式啊，似乎表达佢唔中意嘅感觉。于是啊，我回避咗呢佢嘅问题，讲：你系咪觉得好辛苦啊？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，心里面疑惑，这是抉择时候。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，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。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，将快乐忘掉，甘牺牲站门口，情不禁地眼泪流。
抱头痛哭难放手，凝望你含情眼眸，如今记起情怀已旧，流水记忆淡淡过后，心再没有恨愁。咁啊，呢一 part 咧嘅故事咧就大概去到呢一度啦。咁咧。呢、这個故事咧，去到呢一度咧，都未有新嘅 update 嘅。到呢一個時刻，都未有呢個新嘅 update 嘅。咁啊，唔知大家對呢一個節目啊點樣睇？本人啊，這個頻道嘅兩位主人咧，都一直都好想做一啲廣播劇咁樣嘅。咁咧，一直咧都唔知道可以點做啊。咁啊，自己嘅。寫故事的能力呢就有些尷尬，又不知道怎樣可以分享給大家，所以呢就想試下，不如找一下一些連德的故事啊，或者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看的一些文學的故事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咁啊，藉此啊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即是希望啊介紹多些朋友大家看下啦，咁啊又會加插一些廣東歌系的元素在裏面啦。咁啊，藉一個咁樣嘅機會啊，咁都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屬於香港嘅一啲文字故事啦，或者認真啲講咧，就是、一啲香港嘅文學啦。咁啊，香港咧有好多好好嘅香港作家嘅。咁啊，從前咧即係早即係九十年，即係九十一九五零年到二千年嘅時候咧，都有好多。好出名嘅香港作家嘅，咁譬如話係我好中意嘅劉以翔先生啦，咁啊，仲有西西啦，仲有呢一個嘅雅思啦，都係一啲我好中意嘅一啲作家嚟嘅。咁啊，希望當中嘅故事啊，能夠為你哋一個週末嘅下午帶來一個放鬆而懶係 chill 嘅一個節目。我想問大家，究竟有冇觀眾啊？有冇聽眾啦？比如感覺有冇聽眾係由頭聽到落尾噶？頭先個故仔，咁有實在太好啦！我都想訪問下大家對於呢一個節目有啲咩睇法，有啲咩故事想講，或者有啲咩故事想推介我講。同埋有一樣嘢我都係想啊，因為有時候自己一個做呢個節目咧，都頗為辛苦啊，因為要分析幾個，同埋又要練下嗰啲字咧。大家都知道我除咗讀歌詞，其實我係有少少文字障礙啦，即係讀寫障礙啦，即係睇完啲字咧，又會重複讀翻嗰個字啦，咁然之後咧又會睇住啲字又會讀錯啦，咁樣咁啊，多幾個人分擔一下呢啲咁樣嘅。咁樣嘅嘢都幾好嘅，咁啊，同埋睇下會唔會有男仔嘅角色啊，或者女仔嘅角色啊，咁樣都可以一齊玩一下，咁樣當一個廣播劇咁樣啦。咁平時嘅直播咧就即係平時除咗星期三之外嘅直播咧，都係唔會留底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咧，我就想留低一陣咁樣嘅。咁啊，想睇下大家嘅反應如何。咁如果大家嘅反應好嘅話咧，我都想繼續做落去。咁咧，今日為大家。點播的一些廣東歌咧，全部咧都係嚟自年代比較久遠嘅，都唔係呢二十年嘅歌嚟噶啦，都係比較舊嘅一啲歌嚟噶啦。咁咧分別咧我揀咗幾首陳百強嘅歌。咁咧第一首咧就係陳百強嘅《戀愛預告》啊。咁啊係陳百強一啲好經典嘅一啲作品嚟嘅。咁咧第二隻咧就係張國榮嘅《少女心事》啊。然之後咧，第三首咧都係陳百強嘅，第三首就叫陳百強嘅《凝望》。第四首咧，如果俾個歌詞或者俾唱下啲小句咧，大家實會知道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呢首歌叫咩名嘅。呢首歌咧就是、周慧敏嘅《最愛》啊，沒法隱藏這份愛啊，是我心情深似海。咁呢首歌就係周慧敏嘅《最愛》，咁啊李克勤填歌詞嘅，亦都係一啲早期香港好中意用一啲日本嘅旋律，然之後改咗做一啲廣東話嘅歌詞咁嘅一首歌嚟嘅。咁然之後咧跟住落嚟咧就係張學友嘅《真情流露》啊，咁啊《真情流露》咧林家謙係有 cover 過嘅，咁啊我一開頭聽係聽張學友嘅版本嘅，係啦。咁啊，然之後林家謙唱得好好聽，咁然之後就重新
聽翻呢一首歌啦。咁一直都喺個 playlist 裏邊嘅《真情流露》。咁啊，應該係最後一首啦，就係啱啱播完嘅陳百強同埋林珊珊嘅《再見 Puppy Love》啊。咁啊，呢首歌係我諗係陳百強裏邊最中意嘅，咁多首陳百強嘅歌裏邊最中意嘅一首歌嚟噶啦。咁啊，係啦。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係好有嗰啲咧舊式嘅感覺，今日播嘅歌咧都好有一啲舊式嘅感覺嘅，唔知道大家有冇察覺到？係啦，咁啊，希望啊樓主啊繼續寫呢一篇故仔啊，因為我覺得呢個故仔其實呢、這個雖然呢啲故事咧就比較即係係咪啊，比較嗰啲咧 TVB 嗰啲劇情嘅偶遇劇啊咁樣。咁但系佢文筆咧好清潔啊，我覺得，即系佢唔係嗰啲咧寫到好老練嗰啲嘢嘅，即係連德嘅古仔咧，有時候咧好多人咧都會寫好多四字成語啊，或者佢即係用好多唔同嘅字語嚟包裝嗰個句子咁樣啦。咁但係呢一篇咧睇落咧相對係容易明啲嘅，同埋我覺得有時候講呢啲咁純嘅戀愛咧，係反而唔需要用一啲好難的字啊，或者好簡單咁樣表達出嚟，咁就 OK 啦。同埋連登嘅古仔不嬲都好，我唔可以話係通俗嘅，因為有啲作品真係寫得好好嘅。即係咧，佢有好多真係屬於香港嘅一啲字眼啦、啊，即係佢加好多唔同嘅粗口啊咁樣啦、啊。咁然之後又會有一啲小嘅文化喺裏邊啦，即係譬如話主角阿恆啊。就跟他的朋友在讨论，就说我刚刚帮一个隔离的邻居搬东西，那个女仔来的，然后他的朋友第一句就是说肚饿老母，这些都是香港一些流行文化，是不是叫流行文化或者讨论区的一些文化啦，所以他有些狗公的字眼，这些都是一些屬於一些香港的一些字眼的東西，所以有時候看一些文字裡面都可以看得到很多不同的東西在裡面的，很多時候被這些文章不同的國籍或者不同國家的人去看，其實有時候都未必好看得明裡面當中的一些比較精警的一些情感的，所以作為香港人的大家，不如在這個時間一路听下呢啲故事啊，或者自己想去睇多啲唔同嘅古仔啊，都可以去唔同，譬如列登啊，都好多咁样嘅古仔睇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如果你唔想去列登嘅话，咁啊，其实都仲有好多嗰啲流行文学啦，或者以前咧好兴嗰啲以前我嘅年代系咪？我年代再上一辈啦，好中意睇亦舒啊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亦舒呢位？呢位作家啦，咁啊写好多清纯嘅爱啦，系啦，咁啊之前咧都谂过用亦舒嘅一篇文章咧，去同大家发即系讲呢一个咁样嘅，用一个咁样嘅广播剧嘅形式同大家去表现呢一个故事出嚟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知道咧，亦舒咧有一篇文章咧叫《重逢》啊，咁咧《重逢》咧佢嘅主角咧就系绵绵。咁咧一谂起绵绵咧，大家会谂起啲乜嘢咧？就系谂起陈奕迅嗰首绵绵啊嘛。咁咧，如果你听住呢首歌，再睇完呢、這个，即系你睇完呢个故事，再听翻首歌咧，就会觉得哇，呢首歌好正喎、啊，咁样嘅。咁所以有好多啊，香港流行曲嘅一啲歌名或者故事啊，其实都 relate 一啲经典嘅文学啦，或者依家咧 Oscar 咧写歌词咧，其实佢有时候都好写好多关于啲。即係一啲文學作品嘅一啲嘅歌詞咁樣嘅，咁啊有時候以我認識啊，《時光邊緣的人》都係一本書嚟噶嘛，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望一望嗰啲嘅小故事，係啦，咁啊大概就會係咁樣啦，咁啊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呢個系列啊，或者有冇一啲啊已經係由頭睇到落尾嘅觀眾啊？咁啊，如果係你係由頭睇到落尾，或者已經睇咗一大部分嘅時間啊，歡迎啊留言同我講啊，或者繼續想呢個節目做落去啊。其實呢個節目都係啱啱測試嘅階段嚟嘅啫，咁啊試下水温啊。雖然呢個故事未講完啊，但係呢一個故事條 link 咧，我一間咧會擺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咧，你就可以 follow 去睇下啦。咁啊，呢篇故事咧就未写完嘅。咁我今日读嘅部分咧，就已经系读晒佢成个 post 里边嘅
的文字噶啦。咁咧希望楼主啊，继续可以出多啲好嘅文章俾大家啦，继续可以喺呢一个嘅香港文学嘅世界里边出一分力啦。咁啊，我本人咧其实作为一个小小嘅读者啦，因为我从来都冇喺呢咁样嘅讨论区写过故仔嘅。咁啊，希望各位嘅楼主们啊，各位继续努力啊。咁啊，我做嘅岗位啊，就系睇下会唔会演绎下你哋嘅故仔啊，或者会。透過一些不同的音樂的形式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些你們的故事樣啦，希望有些社谷的朋友、看到這段片、都得到一些小小的鼓舞，得到小小的支持啦，有很多人都很喜歡看你們的故事的，所以雖然有時候、叫人出鼓、或者那些人呢很折價，但是呢語氣又不是那麼好的嘛，但是繼續努力啦，咁啊，你嘅努力啊，总会俾别人睇到嘅。咁啊，大概就会系咁样啦。咁啊，欢迎留言啊，分享一下大家对呢一个节目嘅睇法啊。咁啊，时间啊，去到呢个4:40嘅啦，已经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呢个下午嘅时间安好啊，舒舒服服，叹杯咖啡，睇呢一个节目，听呢个节目啊。咁啊。呢度系 One Guitar Two Voices 啊！如果中意呢个频道嘅话，可以 subscribe 呢个频道啊！中意呢个直播嘅话咧，可以 like 呢个直播啊！有啲咩想讲，有啲咩意见想留低嘅话咧，都可以喺 comment 里边留低啊！咁啊，系啦，各位晚安，唔系嗰啲咩 Good evening 啊 ，Bye bye。